个西海水闸，然后刚刚有看他们那个宣传片，现在可以上去看，能看得更清楚。我们不，这个是我们来的路哦，这是我们来的路。对，沿着这条就往前直走，还有很长哦，还有很长一段路，还有四公里，我估计。기간만땡기고통과가되나요예항해도가는남항해남들어가는건조금이상해요因为这边就是轮船的过口啊。然后往那边还有一些部门，就很像是那个我们经过来的那个桥，那个西海水闸，这里没有那个。没有显示啊，这个只是显示这个主体这个怎么？没有，这个我以为这后面还有很长一段。其实这边就到那边那两座山那边就结束了，就到头了。我们看那个模型图上面不是很长，后面还有很长一段，其实就这边这两段。那现在那个桥就处于打开状态，就船不是在走吗？船已经过去，那不正在走吗？那是对对对，就是处于打开状态。哎，那个船是不是在动？在动。你看那个桥处于打开状态啊，那中间那不有个船在动吗？没有看到。那个蓝色的那个瞭望塔，那个瞭望塔右下角，那不是有个船在动吗？现在那个桥处于打开状态啊。那它不打开是怎么样？不打开那个船不是过不去，被挡住了。不打开都就是不打不开，然后就这个是个旋转的，旋转的路，你不打开，你旋转过来，你就可以走路了吗？它的实际没有图片那么长，是吧？就和我们去巴拿马的时候，巴拿马好像没去了，就和未来，就好像我们未来要去巴拿马看到那个差不多，就相当于那一段它没有画出来，刚才我们看那个模型没有画出来，要不然你按这个比例这么长，然后这边就这么一点点，怎么那么长？怎么延伸啊？对，是的。不过这两个岛确实很漂亮，这两个岛。哎，这全是全长八公里吧，从那边到这是淡水。那边淡水这边。哦，我问一下，是不是说这面会比里面高？哦，右边会到淡底。这边比那边低，那不是水会溢进去然后什么吗？哪边会哪边的水会到哪一边？大同江部分，这是大同江。对，那边是西海啊，那是海。哦，就这个哦，那边是大同江，对，那边是大同江，这边是西海，这边西海。对，然后江会比海高，江会比海底低啊，然后海的水就会流到那边去。对。所以建了那个闸门呢？因为不建这个西海水闸之前，大同江有盐分啊，所以根本就用不了什么灌溉用水、农业用水，所以建设这个闸门之后可以过滤掉，就可以用了。对，就可以用是，对，就不会淡水，一个是盐水，就不会返回去了。对，拍不清的。喜欢国的马车道，这个还能当灯塔作用。对，最高是灯塔。顶端的就是我们还爬上去吗？如果我拉个米高也搞定，灯塔爬不上去哦。去呗。什么都要爬上去。是不是要去最高点看一下？那个门还没关好。门还没关。是这个门关好。还是没关？关好了，关好了，关好了。再试一次。我关，还没关好吗？它不方便。掉了。好了。又落过了。然后再找一次手。又错了，又没关好。好晒啊！等了很久。那我们返回平壤，用午餐之后继续擦干吧。好。哎，为什么不在这边吃？其实这边吃海鲜嘛。其实海鲜哦，对。
这个是万景宫少年宫。万景台少年宫。万景台少年宫。我没说万景宫少年宫。万景宫少年宫。万景台少年宫，就所有的那些表演的小姑娘都是在这边进行。这是课外，对对。就是在，就是很著名的那个转转转转的那个。那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就在这里。名字啊，你也不记得。其实那种优秀的孩子这块很多的，不只是她一个。然后这个建筑形式啊，就是让全国的所有孩子们，奔跑起来，跑进我们温暖的母亲党的怀抱的那种建筑形式。哦，就是敞开。对，敞开双臂，搂着孩子们的那种。所以那个也有机会看吗？哪个？就是小孩那一个。就是有个就是那个旅游那个过程，有个上那个少年宫观看孩子们的表演，有这种安排。但是这次我们旅游没有路线，没有这个安排。下次来可以看。可以看。也可以拍吗？可以拍。哦。看完最后还可以留那个合影。哎，那也挺好。深入进去看一看的，而不是说只是景点这样看一看的。啊，除了少年宫以外，不只是像是这种课外活动基地，其他就别的建筑。不是，就是不是像建筑那样只是外观看一看，而是像少年宫那样可以走进去，然后看一看的那种。除了少年宫还有什么？然后，可以进去看的。对，就例如像那个参观农场，不是也可以去农户家你看看吗？就这种类似于形式的，类似这种。我们今天下午要去的那个文秀，那个溪水川那个可以进去。然后我们就是锦绣山太阳宫殿。锦绣山太阳宫殿是对。锦绣山太阳宫殿呢，它是在黎明大街的那条街道上直走的话，会有以前就是我们伟大领袖谢尔康同志办公的。然后之后那个领袖去世了之后呢，就是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把那里定为锦绣山纪念宫殿。之后我们的金正日同志去世之后呢，把锦绣山纪念宫殿改成锦绣山太阳宫殿。然后现在呢，那里就是有着我们伟大两位领袖们的遗体安放在那里，按原样保存的。就那个地方是可以去看的。对，可以进去，一楼、二楼，然后都可以看那个伟人们生前的那些伟大的事业，然后他们坐过的轿车、船只那里都有展示，可以进去看。是我们朝鲜最神圣的地方。有没有那种工厂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还有个刺绣的那个女工的那个？这次没安排是吧？刺绣，一般女工可以进去看的，还有那个。万寿台，创作社就是艺术机关，我们中央艺术机关那里有刺绣，然后有画油画、朝鲜画，就我们我国的所有艺术作品，好的艺术作品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对，那今天我们就是还能看吗？今天吗？这次我们的日程上没有安排。就是这种都是没有办法，如果说时间有空，对，我们就是去的是没办法，是吧？对，我们就是这个路程啊，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跟那个之前就是你们加入的那个中国方那块旅行社，都讨论好之后，你们要求要去这里之后，我们就事先都安排好，然后预定时间就一个个去的这种，不能就是突然就我想去这个。如果说时间有多，就是时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我来这边，我就来那这边来个十天，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是能够去的地方就去就行了，就待在这边，也不要去具体就是说，非要哪一天按照什么行程走，就是反正只要能去的地方。不想去也是可以不去的，就可以自由组合嘛。比如说有30个地方可以去。然后呢，我来了之后，我这十天逛完，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都是安排好了，不能你随便那个。不是，因为我们之前他好像跟我的那个行程上面是一个是有说平壤的市民家好像没去，然后还有一个他说那个市区的那个个人住宅啊，那个我问了说那个
这那个跟那个你们的那个旅行社，他们说是，那个不去了，然后改成的就是今天下午的这个孤儿院。意大利餐厅。这是意大利餐厅。它这是一个商场吗？吃意大利餐，有不少本地人在这边吃，我不知道是当地的货币吗？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出一百变成美金的那种。也是，就是朝鲜本土的饭菜。它也有意大利的菜，那不是在那边吗？也可以点，我们没有点。我们不喜欢吃，还是吃这个。对，还是，我觉得应该来朝鲜，就是说，哪怕是在意大利餐厅，也要吃当地菜。我觉得这个是挺朝鲜特色的，所以要说一下。就是因为如果你到这边跟团来，你吃团餐你是看不到菜单的，你也不知道它的那个价格，一般也不允许拍，在这个地方可以拍，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它这里写的价格是530，但它不是朝币，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朝币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1200，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菜才5毛钱，不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意思呢，是用和美金的换算单位，它是以1:100来简略的表达，这是美金的价格。就以这个价格为例，它没有标注美金。对，它没有标注美金，但它也不是朝币，意思是4美金。你自己要换算，它为了方便就用100为单位来换算，这是代表4美金，所以这道菜的实际价格你得自己计算，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菜单的价格你刚刚有给大家看是吗？有拍。所以这就相当于是3美金、3美金、4美金，然后以现在六几算吧，反正你自己可以算一下，简单算一下就好了。好，就这样吧。上菜了，你说一下吧。锅包鸡肉挺好吃的，但这个不是甜的，是咸的。我是觉得我一说话会破坏掉人家唱歌这种氛围。这一份是3美金，你的锅包肉多少钱？3美金。你也是3美金吗？3美金多一点。这个果汁是1美金，但是炸得很奇怪。那里还有个葡萄的，拿过来看一下。这个葡萄的果汁里面全部都是葡萄渣渣。好吧，我们的菜是不是又来了？哎，好香啊！有点香，一会儿我喝一口。可以啊。尝一下好不好吃吧？太烫了。太坑人，新鲜出炉，哪哪能吃？你的牛肉那个汤多少？你尝一下嘛，你又不怕烫？我的好像贵一点，4美金。
斤吧，好像。然后大酱汤$3，大概是这个价格。哎，旁边有那个价格表，拿过来一下。张飞，你好。颜色会清淡一些。你拿着。但是口味还可以。你拿，我来翻，我知道在哪。我也要盒子是辣的。$5。也大酱汤，我不是大酱汤，我是牛骨汤。大酱汤是$2.5。翻一倍。没有，就是我们吃的。大戏。我想要那个杯子，然后我就给你这个。我也没用啊。哦，这个吧。这个给你吧。因为我刚才很空。报销。是他们的发票啊，他以为我们拿回去报销一下，就写了张发票给我们。这样，我们那边不是点了菜单嘛，我下来付钱嘛，下来付钱，然后他把那张点菜那个菜单收走了，我叫他说给我一张，然后他就拿个本子出来开，我以为他要再抄一份啊，没想到他就给我们拿了一张，开了一张收据。哦，应该留下来。嗯，留个纪念吧，盖个印章的，盖回印章。对对，留个纪念，这个回家贴在墙上。是啊，是个纪念。那你去各个国家都开一张收据。是个风格不一样。那是风格不一样。可以作为消费凭证吧？对啊。是啊，报账。拿到税务局去报账。可以使劲折，然后你还是可以用，丢到地上踩几脚，然后再拿起来还可以带。每次都不爱吃啊，就这样拿。它神奇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草很细，然后我估计它商场是也不会让大哥。哦，商场不让拍，我要准备进吧。哎，进来，先进来。这是哪里啊？这叫那个叫什么？乐白，乐白。肉面百货商店，乐园百货，不让拍我就进去就不拍了。哎呀，有个看，还是前面就没了，我太。OK。嗯，那这属于高档商场吧？对，这块进口货比较多。